据韩国媒体报道，当地时间2014年9月5日，韩国女子组合 Nadisco 因车祸去世成员高安飞出殡，同组合成员崔彬娜、金竹美在众人搀扶下相送好姐妹最后一程。金竹美带着护颈，在众人的搀扶下勉强站立，人均是悲痛欲绝，泣不成声。整个现场气氛沉重，众人哭声一片。据悉，除了女团 A Pink、男团 BOYA4的偶像组合外，吴允儿、金元轩、艾薇等 Nadisco 所属经纪公司艺人也从3日起纷纷来到安飞灵堂吊唁。优酷学娱乐整体报道。